浪花朵朵，朵朵浪花，要让世界看到我们姐姐妹妹的力量。她好美啊！虽然我没有我们三十位姐姐的才艺，但是我非常认同她们那种突破障碍和偏见，勇于释放真我的勇气。我也有颗八卦的心啊。我一直很好奇，被誉为端水大师的小明是否真的懂得姐姐们的心呢？所以我打算在这里反客为主，考他一下，怎么样？好。第一个问题，三十位姐姐当中，你见到谁最紧张？雨琦姐姐。Why？ 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每次好像。好像都要下来。对对对对，气场太强大。对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三十位姐姐当中，谁最符合你小时候对于姐姐的那种想象和期待？我可以说是杨澜姐姐吧。啊。啊。因为我在看您节目的时候，就真的特别喜欢你。小明想说的是，他是看我的节目长大的。没。第三个问题啊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评价男人和女人有的时候标准不是那么一致哦。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，人们就会说，哎，小明很霸气，很有魄力啊，都是这种正向的词。但是如果一个女生也很强势的话，大家就会说她没有女人味。那我想问问你，女人味是谁来定义的呢？我觉得每个女人都应该由自己来定义自己的女人味。好回答。因为都可以绽放自己不一样的美丽。阿秋回答得很好。那我的女人味是什么？你可女人味了。在这儿。